不再长证明。再长证明。不是啊，我要来回一个小时内。当然可以看他 FB。你可好不好不在家里，你在外面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他被波波给弄了。不是这个，你是没用到地图。我们是生存，我们开始生存了，生存了，好开心，开心，哎、欸，没有树哎、欸，还没有树哎、欸，看到远处一棵树，看这里，可以复活了，奈龙魔，我要叫凋零怪了，继续下去，把它推下去，叫凋零怪，叫凋零怪，哎、欸、呦，宝宝，阿波。PK 啊！阿波，打气啊！阿波，这树是我的，这棵树是我的。再复制一次，我要把它杀了。哦，我这里是平地耶，我要死！哇，我一个，来来来，开砍！砍他！哎呀！我出来了，阿波，为什么养他？一群小朋友这样就可以玩得这么开心，哎呀，变双刀流了！哎，不是，怎么有两个人？哎，按错了！我的双刀流没了。小哥把刀给玩很久了。我那个统计打开应该是死了几十次，我两分钟内死了几十次。哇，好开心！差点捡到四把，这么厉害哦！我是 Death Run 小朋友，就是某一曲的死亡赛跑。快乐，好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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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刚应该砍那个的人。那个想砍谁？砍哪个？他想砍谁？说出来。啊！现在都不叫人名了，然后直接叫那个啊。都讲那个，就那个，那个是哪个？那个。嗯、那个啊，那个、哦。什么东西？啊！你就这样讲啊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哦，那个啊，这个啦。嗯。哇！原来是我这个跟那个，那个在这个面前。红绿灯。红绿灯鬼抓人时间，他现在有更新一个，就是之前有那个鬼可以反杀，我们可以反杀鬼的那个部分。对，那鬼现在每杀一个人，他也会获得额外的道具，就是增强鬼的能力啊。然后现在应该也比较不会飞天了，好不好？应该，作者是这样讲。上一次我们很多都在天上飞，不晓得在干嘛，都直接起飞了，原地起飞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应该不太会了，我们试试看。试试看，那是什么模式？你看，繁星反杀规则。对下去。哦，完了，出不去了，完蛋。你这比较像规则啊，这里反杀。你来 TP 我。布布，你是啊？就像阿是布布吗？阿 P， 对不起，叫错人了。叫错，应该是叫错兔了。叫错兔子了。跳跳兔。那我们就基础模式哦，有反杀模式哦。好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哈，看看这个大家可不可以加油一点。随机怎么按呢？所有人加入坏孩子，随机一个坏孩子这样按啊，嗯，随机坏孩子，嗯，怎么有人在洗？怎么有人在洗？洗屏洗板喽，又洗又洗，洗什么洗？是不是啊？那个没有衰弱伤害，好不好？让大家可以自由的去弄啊。红灯被拯救也没有无敌哦，嗯，没有这样子，对，就是让。大家可以直接嗨，那就来咯、欸、有是有反杀模式的哦、欸。我们有那个棍棍可以去打他们。啊，我们是什么武器啊？你们是鬼啊？鬼，看你拿鬼拿什么、啊？我是要躲的鬼吧？我是起来了。哎、欸，好。哎、欸，那是因为一开始还是会那样。嗯。好，爸爸直接去打人，好狠哦。好狠啊！好狠哦！这是鬼杀队吗？我们要跑对不对？鬼杀队。木剑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意思？几个意思？你麦快玩那么久都不晓得木剑是什么、你要不要问米菲？米菲教你啊。妙手是妙，我们去打鬼，我们去打鬼，我们鬼杀队了，鬼杀队了，去打鬼哈！鬼鬼鬼，我们去打
小雨成功靠近鬼咯。有情人，哎，那小雨是不是有一个那个 buff 啊？打死了，你要死了吗？我想说，我想说小雨有60秒的力量哦，力量一而已，你们血都满的，怎么倒？怎么可能倒？不要跑，我回血，我回血。小雨，你有力量，你有力量一，小雨有力量一，我来了，你是最强的小雨。哎，换我力量！哦，换杰克有力量，换杰克有力量啊！什么？我活久一点吧，等下我死了。哎呦哎呦！波，波来一下啦，波！哎，你过来一下！哎，你过来一下！哎，把他打到上面去了啦！好扯哎！打再打再打再打！我把他，哎哎哎，可以，定在这里，定在这里，碎！哎，那个快跑，快跑喽！繁星有力量喽，换繁星有力量喽！快跑啊！什么游戏啊？好鬼鬼没有鬼杀队，鬼不晓得啊，看那个有没有复活啊？那我要复活了，我要复活，繁星才复活，我要复活了！繁星有力量，力量二哦，繁星有力量二哦，快跑哦！好危险啊！我的天哪，我终于可以动了！你刚刚是为什么会动？你自己在红灯哦。我刚刚是卡到。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痛哎、欸、痛哎、欸、痛哎、欸，很痛很痛哦。怎么很痛？你空手都会痛哦。被打很痛。痛。而且你每打倒一个，应该就有多的官方道具。哦。刚刚也是那个啊，有 Bobo 官方的状态。他提供给小雨还有杰克力量。我请大姐姐了，大姐姐了，好，谢谢阿伯。有什么东西啊？加速道具，我加速，哎、欸，加速三呢、欸？你很快哦，很快哦，加速三七秒。而且你的力量二是常驻了，太狠了。你们生一个就是坏小孩，然后不按那个游乐设施的规则去玩，你就直接接受，直接跑到上面。我们是乖小孩，游乐设施就是要这样子玩啊！好哇，你倒了，你倒了！还又有道具了，了！完了，又有新道具了！完了！每次道具都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这次是换这个。我按到，靠！你红灯了，你红灯了。有屏障哦。有屏障啊！大家亮晶晶。哇，发光加缓速哎！小心啊，阿喵，你要没了，打土司喵魂，土司喵没了，土司喵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打土司喵，打土司喵，打土司喵，阿喵，太远了，可恶，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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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快哦，打一个啦，再打一个，来了，加速很快的，加速很快的，肯定的，小朋友都很嚣张哎，加速很快的，加速很快的，你超快，你超快。哇！哇！他那个神速发威了，太快了吧！我刚想说，我只是想回头看一下，我抖了一下。埋，不行了，埋不行了！哇哦！哇，一个大开心！追焦手，追焦手，好快！好可恶！赶快要红灯了！海底，上不去了，飞不出去了！你一秒就可以从台北到高雄了。对啊。丢。太猛了！他应该是因为剩一个鬼，力量就会变比较强。累飞机，累飞机，好猛哦！是啊，你这个啊，那个啊，反杀模式啊，看这个书它都有写哦，没有木棒。啊，鬼是随机道具，加速无敌或缓速无敌是要干嘛？无敌是要干嘛？你说鬼被打死了？没有，我觉得我刚蛮需要无敌的。你看，你都不好好加油，反正都把大家打的剩那么少人了。哦，不急，没事。如果有你，我才能杀人。谢谢你。哇塞，有你，我刚刚也打不两个妹子，蛮好。啊、接下来是那个惩罚模式，反杀就没有了。啊，啊，惩罚就那个红灯太久会倒、哦，红灯50秒自己会消失哦。看看有哪一张比较少啊？哦，那个现代社区上次也没玩到。
哦，是那个很看起来很多地方可以走，其实都没有很多房间，凶宅那个，对，蒙娜跟诺伊诺，好，怪盗，哎呦，哎呦，两个花，哎呦，哎呦我呀，哎呦。这要躲哪里啊？没什么好躲的，躲欸、就你看起来好像很多地方可以躲，其实就最左最右。对，左最右。巧克力不太能，不太能躲。这个是巧克力以后要买给我们的社区凶别仔吗？凶仔是不是？太危险了吧？那你八字要很硬欸。我用我的八字镇压这里。对，社区其实好像没有到很大，是不是？这社区不错的、啊，大家逛逛啊。哇，有人已经在房子住起来了，我就不是。社区很大，你可以逛一下。你家吗？哎，好啊。他家不是我们家，是他家，打他。坏掉了。什么坏掉了？我按掉，他就不见了、欸。你坏掉了，你什么不见了？你知道吗？暂停了你啊！我暂停了。那你的红灯了呢？哦，我们还可以到。还没有红灯啊，绿灯啊！你怎么不见了？哦，是啊。你怎么不见了？你怎么不见了？不是、啊，他不是说他有东西不见？啊！脑袋不见吗？他丢完道具，东西不见了吧？不见了。什么东西不见了？一个按钮没有，本来就没有按钮啊。有，刚刚地上有个按钮，按下去然后不见了。那就是你不要乱按东西啊。乱按钮就好了。把地图弄坏了。把地图弄坏，然后在那边说。快跑！后面有人。出事了！不是人，看不到我吧？我不是人啊，我不是人。不是了。巧克力的豪宅。有点巧克力的豪宅，要不要一个洗好手？怎样？你要去呕吐了是不是？好扯，好扯！带罪！别再带罪了！他真的带罪！哇，好狠哦！带罪哦！他是蚂蚁啊！他最会了！太了！我确实狼人杀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是狼人杀新地图。哎、欸，你打蚂蚁，他会赢的。他抖 N。我的是五个字，我的直接是五个字哦。超级呕吐怪，我们知道。还是六个字。哇又要臭臭脏脏呕吐。蚂蚁会说：“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。”哎，完了！哎，我看到诺伊了，他带这个是。快跑！我快跑两圈操场了。那你可以停下来看看，你可以停下来回头看。诺伊老师，不要体罚，我们跑的腿很酸。诺伊老师，爸爸没有在跑。我赢了！快跑！完了，带罪游戏。哎，这真不是狼人喜欢安尼较简单呢。哈哈哈哈哈！安尼来，这好怎么？哎，你怎么倒了？我不知道。哎，等一下，齐杰只剩四个人了，全体发光。我一直跑就好。快跑！他们在那边。距离就是等距啊。对。快跑！他没追你了，没追了。去追别人了，我追追法法了。哎呦，杰克你在上面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在下面。在下面在跑操场。你在跑操场哦，都是你呗。你们，我们这里安全。西瓜。他们跑不到这的。30秒来得了吗？杰克，你好啊，靠近的鬼。再跑一下，我已经跑了大概，感谢你跑了三圈了。哇，辛苦了！我脸上好远、喔，好远。他的空白键没有停过，而且我这个角度看，感觉杰克是倒着跑、欸。倒着跑太强了吧？我看杰克头是面，他都转过来了。你跟他拼，跟你的朋友。快了，快到了！在这里，老师，我在这，老师，我在这。哎，老师。不要死就好，不要死就好。万一甚至把它弄成像操场一样算了。真的，太接力跑操场，这还是惩罚模式了。好累。
我是跑完了才在休息。你说一千六已经跑完了是不是？对啊，早就跑完了。女生八百，男生一千六。这八百有点长哦。应该不止跑八百了。他是那个帮人代跑的，他身上有很多代跑。哦，很多借据。跑完一圈要给一支笔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是给笔？为什么给笔？为什么是给笔？就是代表你跑完一圈啊，就是记录啊。